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another episode of Skate School. My name is Might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not wearing a mask because the pandemic is getting a little better. I'm with a very special friend today, and she's only 8 years old, and she's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herself. My name is Jenna. I have been skateboarding for one day. And today, she's ready to learn some skateboarding. Are you ready? Yeah. Oh! Hey, 你怎么这么厉害, 顺利就能把脚放上去, 你要假装一下你不会, 厉害的。 刚开始教小朋友的时候，记得用你的脚把他们的前面轮子踩着，这样滑板就不会乱动，他们比较不容易跌倒。你的右脚在前面的这个四个钉子的位置，好，然后后脚放后面的四个钉子的位置，好，这样有没有很恐怖？好，那我要放开了，你要小心哦。啊，这时候可以扶着他们手，避免他突然往后滑的话，要抓着他们哦。好，那我放开，好，溜一点点。 OK, high five。这样你上去，好，现在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这个叫做 regular foot。刚刚我们学的是 goofy foot。好，那试试看咯，记得扶着他们一点点，避免他们往后摔，溜溜看。这样有没有比较安全一点？哦，直接滑起来了，看起来明明是比较习惯用 regular foot。 我们刚开始就要用一个凳子来做练习。那做凳子的练习呢，最主要是为了预防它跌倒。那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学习的其实是刹车的一种，就是把前面的板头抬起来，然后把后面的板尾踩下去。OK， 对，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好，现在踩平，很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Go。 这个动作是非常标准，所以让他们去多练习这个，要放松一点，有哈。好，最后几个，现在是四个还是五个？去就踏平脚。好，一二，前脚放开。OK， 偷偷的蹲下去抓板头。OK， 这个练习。 这样就很完整了，这个动作叫做 no scrap。好，再抓一次板头。OK， 好，现在踩下去，很好。我们现在来练第二招，也就是 hippie jump。我们把手这样往前伸，膝盖要打到自己的手哦，有没有？这样跳跳，膝盖要碰到哦。 扶着你的手，你用力跳，我会扶着你。 OK， 很好，很好。哦，很好。第三招，我们现在要来学 Vanilla Milkshake。 Vanilla Milkshake 就是香草奶昔。边轮子的左边，然后脚跟一定要碰到地面才开始做，好吗？这样子。 然后把，他做成功了。
不习惯吧。哦。第四个动作就是刹车，刹车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初学者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好，我们现在上到滑板上，左脚上来之后，后脚先不要摆在滑板上，我们先在地上。那推完之后，如果想要让它慢下来，就是把这个右脚伸到地上，好不好？那你看一下哦，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就可以刹车了。然后如果做得很顺利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然后用后脚这样子放到地上的方式来刹车哦。好，准备好了吗？好了， Let's go。 好，现在我们进行的第五招呢，就是把你的滑板如何踩，然后把它抓起来。这个动作呢，很多人都会踩得太用力，然后导致它直接这样子，用前面的脚踝这样子去踏。这个是收板，先踩一半，好，用脚尖跟脚掌的感觉，好，踏。你在练习的时候，先把它踩一半，不要碰到地上，好，然后等到 you ready 的时候，就突然把它踏下去，然后把手把它接起来，一二三 go。 好，今天学到了第五招了，有没有觉得学了很多？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招？这个是第一招，对不对？这一招它叫做 nose grab。 第二招是这个轻轻跳起来，这样子的，这个是 hippie jump。 对，第三招是 vanilla milkshake。 Vanilla 对 Vanilla milkshake。 哦，很好，好，我们来哦。可以可以可以，慢慢练习，这样算有踩到了，是可以再练得更好，没有关系。滑板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跟你分享，滑板人很喜欢讲 last try，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再试一次的意思。可是通常滑板会讲100次，恭喜。第四招我们就决定教你们的刹车嘛，对不对？就是推完之后，好，推完，好，用这只脚去刹车。哦，这样子就不会跌倒了。我们第五招就是，他超会这招的，帅不帅？嗨拜，好不好玩？好玩。下次要不要学更多东西？要。好，那我们下次见喽，好不好？好。OK， 我 see you next time then。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Skate School. My name is Mighty. Your name i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Hello, my name is Zach. Today I will teach you latte art.